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我能开过管教局，就像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能当女团，我也没想到我会在中国到一年了，没有想到。所以生活都有意外，这意外可太大了，谁能想到我学咏春呢？而且我想学，是吗？是的，就是我看那个电影嘛，那个 Ip Man。一般的我超喜欢，第一季第二季三季都全部都看完了，超喜欢。然后但是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是咏春。我们离开了走了，未来就靠你们自己了，学多少。嗯，就觉得时间太短了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，为什么又这么早倒闭？好好，你中文有点太好了。倒闭就是我们开不下去。我们都还没正式开业，千万不要用这两个字，好吗？谢谢。倒闭。班长，我要请个假来，因为有工作安排。好，然后我得25号回来。好的。我觉得还挺愧疚，就是因为最需要人手的时候，然后再包括我们明天要开业这么隆重的一个场合，哎，可惜了，就是什么舞狮啊什么的我也参与不上。我觉得那明天既然来不了，那我至少我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我脑子里面有的想法我先输出来。我有一个想法了，就是搞个那种开头的那种 intro 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作为一个开场。然后我们就辞旧迎新过年了。哎呦，你到帕本里了，扣上去了都要。我这字儿啊，我真的，我一会儿。